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佳琪，好久不见。我很幸运的做这个工作呢，譬如说化妆的 style， 我都可以尝试到，我觉得我特别幸运。所以平常当然不会这样打扮，这种打扮应该是在特别的场合，譬如说一个很特别的 party， 或者是像今天这样的场合，可以拍照啊，服装发表会。特别容易穿到，私底下的打扮其实是很，比较轻松一点的。因为我的衣服或者是我穿的方式或者是style 很难能够放到别人身上去，就是在我身上穿起来很好看，可是别人穿可能感觉就会很不一样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觉得时尚啊、流行这一类的东西，就是你在这个潮流里面去选择属于自己的味道的，然后把它穿出来，然后加上一些小巧的心思，这样你的打扮就会跟别人很不一样。